做正宗的凉拌猪耳朵，有一样调料千万不能放错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邓师傅，今天教大家商用版凉拌猪耳朵的做法。冷水下猪耳朵，花椒、大葱、生姜、料酒，开大火烧开，打出血沫，转中小火，猪耳朵煮到用筷子能够轻松的插透，就捞起放凉。首先我们把耳叶和耳根部分切开，先用正面斜切刀法把耳叶切成长短厚薄均匀的片，然后根据耳叶部分的大小长短，把耳根部分先改刀成小块，再切出像耳叶一样的薄片，就看不见肥肉了。接下来制作我们店铺秘制的万能凉拌汁水：鸡汤5斤，盐100克，白糖25克，花椒粉10克，鸡精50克，味精50克，蚝油50克，美极轩酱油20克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在凉拌的时候单独加鸡精，低温情况下鸡精不会融化，反而会成为糊状，影响卖相。把切好的耳片倒入盆中，加入万能凉拌汁，小米椒圈、芹菜段、蒜泥、花椒油、红油、油酥、花生米搅拌均匀，装盘即可。